那有关于和安会的这些有关于核能研议的这个法条，目前为止有六家议会，因为赖世鹏委员的版本还要跟经济委员会来联系。那考虑到时间的需求哦，我们就把六位委员所送出的版本，很负责任把它排出来，起码提供一个平台的一个空间，给大家彻底来讨论。面对现在的能源的问题，民进党态度是如何？那国民党只是反映说，目前非常的企业界他们的一个需求，认为能够让我们的能源的问题被他看到，能够做充分的讨论。所以我想下礼拜三，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共同来面对能源一个，特别是在夏天的这样的一个可能会面临停电缺电的问题。我再次的强调，这个修法说实在的，只是在把法规上变得更加的弹性。真正的执行单位还是来自于现在的执政党，执政党的意见、执政党的执行度才是决定核能到底有没有办法研议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只是让这个法案提出来，再为公众讨论，做更大弹性的一个处理。